的名字叫做卖 LED 灯的小男孩耶。那是什么啊？跟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吗？好像是哎，而且这还是一个温馨又有趣的校园故事哦。哦，那就是校园版的校舞，那就是校园版的卖火柴小女孩哦。真期待。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这个节目是我们全班用心准备的。除了要感谢同学们的用心之外，还要谢谢好多人。我们要先感谢维丹老师精心为我们安排这个节目，尤其是我们的表意老师欣杰老师，为我们设计了漂亮的动作场景，还为我们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心力。欣杰老师，等一下，欣杰老师，拜托。Thank you.
来你们都来了啊，我好开心哦。对不起，因为我缴不出学费，所以晚上只好来卖 LED 灯。为什么如此啊？你每天晚上都要卖 LED 灯，难怪你白天上学就会打瞌睡，大家错怪你了。对不起。如果你有功课上面有问题，我们都很乐意教你哦。嘉乐，我们有一首歌要送给你，让我们准备一下哦。就到现在，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感谢各位的莅临。